天得冷饮料。年轻的时候最多一顿喝过多少？就喝个十斤八斤的。您一天能喝几顿的？3回至4回。啊，3-4回，最多5回。啊，早晨还喝了，喝两玻璃杯了，要玻璃杯。哦，在家里边喝了两玻璃杯，这10点来钟到这个羊汤这又喝一顿。这个露天饭店太有感觉了，真正的人间烟火气。大家好，我是霍海滨，今天来到山东临沂费县的胡杨大集上。大爷，这是卖的什么呀？哦，羊汤啊，怎么卖的？15的，20的。哦，15的、20的，给我来一个15的。羊肉的。啊，羊杂的也行，都行。好，你就看着整就行了。啊，这是羊脸吗？对。哦，羊头肉。羊头肉。哦。大爷今年多大年纪了？60。哦，60了啊。哎呀，啊，这是肠，哇塞，啥都有啊。哦，这个是羊肉。对。哦，这是回锅，属于是啥？一个大锅，一个小锅，回锅。这个是属于是哪块肉？这是带着羊头干的，肥的。哦，羊头。哦，这是羊血是吧？羊血。羊血怎么卖？羊血1斤5块，大块的卖的这个小。哦，1斤5块，羊血。这是羊油。哇塞，看着就香啊。大爷，我这看还有喝这个白酒是吧？这个大桶里边，哦，哦，1块钱一碗这个白酒，哦，1块钱一碗的白酒。大爷，你做这个羊汤做多少年了？20多年。哦，20多年。哦，整点香菜、葱花。哦，这里边是羊血，哦，小块。咦。哎，刀工很好啊，切得细碎。哎呀，盛汤，哇塞，哇，模糊了啊，盛点汤，撇撇汤。这个撇汤是为了热热，冬天天冷啊。哦，热一下羊血，再放点味精。哎呀，这一份啊，太好了。再把羊肉给捞出来。嗯，哇塞，大罩里太接地气了。哇，这么一份15的就好了。好，再来点汤。哎呀，大爷，您这一碗羊汤是多少钱呢？20。20啊。哎呀，这喝的是什么酒？哦，北京二锅头，对吧？这个行啊，这个是多少度的，大爷？42度。42度啊。哦，早晨这一瓶能喝完了吗？还剩着的。啊，早晨。喝了。啊，早晨还喝了。喝两玻璃杯了。要玻璃杯。哦，在家里边喝了两玻璃杯，这10点来钟到这个羊汤这又喝一顿。喝一杯。我的天，您一天能喝几顿呢？3回至4回。哦，3-4回，最多5回。哦，一天得冷饮酒，一天得多少酒？2斤。今年多大年纪了？62了。62。哦，年轻的时候最多一顿喝过多少？嗯，我也就2-3斤。2-3斤。我的天，这个县里边有比你更能喝的？喝不醉，他那个暖和就喝。哦，不醉。你喜欢喝高度的白酒还是低度的？高度好，高度都是好酒啊。53度的酒都好。哦，53度的好啊。嗯，再配个羊汤，太带劲了。您见过最多的有喝多少的？最多的啊，最多的有喝10斤8斤的。哦，也是在咱费县这。对，这现在让人现在不得见了啊。不能一喝那个酒，他不敢喝啊，喝不起啊。那些年代人们没钱啊。逢年过节喝。哦，逢年过节。哦，大娘也知道啊。一年喝2回。哇，看看是不是很实惠啊？15块钱这么一大碗，哎呀，太实惠了，都满碗啊，竖尖了都。先来块羊肉，哇，很鲜啊！
然后再来点醋吧，这个盐什么的自己放，放点醋我感觉味道更好一点。嗯，小味嘎就上来了，再来点辣椒面，哇塞。嗯，行，味道嘎嘎地啊。这么一碗羊汤15块钱，连羊肉带羊杂，要在你们那多少钱，在评论下边给我评论出来啊。大集上的东西确实是实惠啊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大爷做了20多年的老味道，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山东大集上感受一下喝羊汤的感觉，为山东美食点赞。